幸福走多步，山顶气球报行筹款。8月25日，创世电视在山顶举行幸福走多步山顶气球报行筹款，鼓励大家报名参加，同埋亲友一起幸福同行。筹得的款项将会用来支持创世电视的幸福工程发展，一步一足印，一步一祝福。我哋需要你哋嘅同心同行，请大家踊跃支持。